老婆，我回来啊！这虾呀，全全给你看，别给它插起来。哼，你这么欢喜，搁啉酒啉遐尼啊多，今日你迄个新工作的计划应该是讲了袂歹。无唔对，我总算完成大家认为无可能完成的计划。老婆，嗯，你老公就要声名大噪，一飞冲天了。好啦，等姐姐飞，你先起来来。哎呀，卡细声的，全全在困啦。我拄只就已经准备好啊，要替你解酒的。今嘛冷，温度拄拄啊好。多谢老婆。这个跟你斗三工遐尼侪桂林是啥？你哪有像同梦这样？替你完成你的梦想，咱应该去好好感谢多谢。其实这个叫你跟我斗三工的人。是较早我伫国外读书的时阵，真照顾我的先輩。可是，这个有伊，才有法度完成我的理想。是伊，才有吧。为较早到即马，拢是你点点伫背后为我付出，替我还一个家。我会记你当初全全拄出生的时阵，我讲要出国读书，要读电影，你无第二句话都完全支持我。一个人带囡仔过生活，就真愈煞。你搁替我照顾吗？啊，搁有我伫国外生活，所有的钱拢是你拼命赚互我的。这是我对你的约束啊。既然拢去国外读册啊，那呢就应该好好啊专心，袂当有后顾之忧。老婆，嗯，多谢你。我拄则讲唔对啦，应该讲有你才有我。哦，真正有够肉麻诶！这嘛是你新的作品台词哦。嗯，敢讲你要陪我拜？这个剧情除了男男恋以外，还有一个剧情更加刺激。哎，哎呀！我都想你耶，最后一次，只要会当确定拄只个简讯甲相片无问题，那呢就要甲之前同款，对红色有百分之百的信任。想要把你的结婚手指摕回去，就来咱的秘密基地见面。